华尔街日报，乌俄战争影响全球粮食供应不稳。即使在疫情期间，世界粮食体系也能像过去一样每年生产110亿吨的粮食，但是在乌俄战事下，有可能会冲击到这个平稳的状况。日本经济新闻，增加25.8%，日本对中国出口创新高。根据日本最新统计，贸易逆差6682亿日元，连续7个月出现逆差。另外，日本2月对中国的出口额增加了25.8%，也创下新高。BBC， 中国疫情影响，速食品牌销售下滑，旗下拥有连锁速食和披萨品牌的百胜中国表示，受到中国疫情影响，3月前2个星期的销售额下滑了20%。